欢迎来到圣保罗。圣保罗，直说还有花。你应该不会给我叫慕容谦。对，慕容谦。Two hours later， 我说你的预定叫慕容谦。你要先找慕容谦，你要找那个 David 什么的。David。Gear 接机的人跑了，只好找 Uber 来载了。Handsome Driver. Tamo junto. Colocou?住两晚的房间，然后我订的也是一比四的，就跟泰国一样订一比四，因为这是跨国的才不会踩雷。但这间就有点小，看起来大概两三坪左右，和一个双人床，然后一个工作桌，一个作业桌，一个小椅子，然后衣橱。连冰箱都有，柜子、电视，然后一样是这种中央空调。好，来看一下它的厕所。哎，厕所哪里？噔，灯在哪里？厕所的灯在哪里？厕所的灯找到了，在这里，这里。然后一个马桶、洗手台、一个干湿分离的卫浴，没有浴缸。哎，那连马桶只有这样子啊？靠腰，是有点尴尬，怎么洗 ？OK， 大概环境是这样，不是很新，但也不至于很脏乱。OK， 这就是我要住两天的房间。看一下 view， 它的 view， 来我看，它的 view 是这样。还可以。在这几天他们这边有活动，也是国际五一劳动节，所以他们这边道路都大概封起来，形式就像我们过年年货大街那样差不多。现在我们就去逛逛看看有什么好看好玩的，走购。
个，然后送你沙子，然后你自己在那边画、欸，台湾的沙画一模一样。台湾的街头艺人，你也可以掏钱。这就是帮你拍照的。这里有很多哈、要帮你拍照的，那就尽量不要，因为帮你拍就是要拿钱，懂不懂？都是蜜蜂，是正甘蔗。好多蜜蜂哦。Thank you。甘蔗汁入手，应该是加蜂蜜的。好喝啊，就蜂蜜的味道很重。这是个什么？我还是去拍林北。叫我帮他拍照。哎，你有空啦。Wait. One, two, three. You check. Okay. Okay. Thank you. 叫帮拍照。Yeah.
这活动是举办在圣保罗大道上，那道路封闭的时间会到下午4点，4点过后就会慢慢的收摊，那也会剩下几个零星的摊贩会在上面。那么现在要去百货公司找晚餐吃，吃完就要回饭店休息了，明天要去圣保罗其他地方玩。下一集会更精彩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